台湾有很多美食都非常好吃，很邪恶，炸的啦，炖的啦，熬的啦，煮的啦。听说他放话要吃连吃三天的麻辣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谁可以在上面大振其词说我有办法吃三天的上火美食，牙龈还不发炎的？到底是有哪一位厉害的朋友呢？他在旁边已经扭动身躯，等不及要上台了。让我欢迎 Oral-B 品牌代言人 Ella 陈嘉桦。是的，陈嘉桦今天从台边就已经带出了正在走秀的方式，要展现我们全新的 Oral-B 革命性的牙龈专护牙膏。今天也搭配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色蓝白色，非常清新的感觉。他今天除了带来的是全新的 Oral-B 牙龈专护牙膏之外，也带来他傲人的牙龈。哎，对，听说他的牙龈有金刚不坏牙龈之称，已经连吃了三天的麻辣锅，牙龈都没有露出任何出血或是红肿肿胀的情形，代表平常非常照顾自己的牙龈。是的，炎炎夏日要照顾好自己的牙齿与牙龈，我们是不是视线统一从左手边来一次呢？好，视线统一从左手边来一次，慢慢的看到中央，接下来右手边也有很多媒体朋友们，再来远处的我们摄影大哥的摄影机，每一台都稍微照顾到一下好吗？哎，我们的动态摄影师们啊，好，哎，是不是这一个飞吻一送出去，大家都已经醉了？哎，非常 nice。好的，趁大家都还没醉之前呢，我们赶快递上麦克风，再次热烈的掌声欢迎 Ella 陈嘉桦。嗨，是不是想我想的要死啊，各位啊？有没有一点噪音啊？有没有一点？是不是觉得啊，要来看好戏的感觉 ？Ella 挑战吃三天麻辣锅，而且昨天工作到晚上熬夜，然后今天早上5点半就起来，然后就化妆化好，然后整个就亮丽的出现在这边，哎呀，牙龈还如此的健康白皙。你是拥有整系列骄傲的牙龈的那种人，有啊，很健康，很健康。是谁可以在，尤其是一个对一个在演艺圈工作的女艺人，尤其现在又是妈妈，照顾孩子要时间，工作要时间，跟姐妹聊天交心要时间，如何找出时间把自己的牙龈顾好呢？有没有秘诀跟我们分享一下？非常的容易，只要你有 Oral-B专业护龈牙膏，是不管在怎么样子熬夜的生活，或者是上火的食品，你的牙龈依旧健康。我为此写了一首歌。真的假的？你为了 Oral-B 的牙龈专护牙膏写了一首歌？歌词而已。真的吗？曲的话我是盗用别人的。啊，所以你要配哪一首歌的旋律？我希望那个原曲者他不会介意。哦，是谁的原曲？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。反正我唱了就知道，你唱了就知道是吧？需要 B-box 吗？不用不用，哇，你好厉害！但是不用，这首歌是抒情歌。啊，抒情歌，对对对。我不怕，我不怕，不怕啦，请你尽管加辣吧，一直吃辣，我的牙龈还是很美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这首歌应该是牙龈的心声，对不对？牙龈的心声，好，我就是懂我。我依仗是 VJ， 我在做音乐。刚才这首歌是，牙龈的心声啊，是是是，完全不怕，因为他吃了，要跟大家挑战，竟然吃了三天的麻辣锅。对啊，而且其实我现在这样一直飞来飞去工作，那其实，在内地的食物都真的比较辣。口味比较重，对，而且我真的也很爱吃辣，是。然后又加上我刚刚讲，我昨天真的工作到半夜，然后早上一早就起床，睡其实不够，所以其实在这种时候很容易上火。But 我不怕，就是因为我的牙龈是健康的，对，所以我能够就是你知道支撑这样子一个生活状态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女艺人呢说，哎，那我们笑一个，露个牙龈，这样露，然后上面红红的，有流血，不好看，那就尴尬了，那就很掉漆了，就剩白裤。是不是？然后就只有臭脸。可以笑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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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得很尴尬。为什么要拉人中呢？为什么拉人中呢？就变成就怪怪的。对对对对。所以真的从里面到外要照顾自己。是，而且牙龈都不能错过。对，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你以为
偶尔就是流点血啊或者怎么样，你就忽略掉它，可是有可能你会错过最重要的那个照顾的时刻。对，所以我们真的要跟大家好好的呼吁，今天也透过代言人在现场啊，你的牙龈如果譬如说有流血或者是红肿，真的有时候跟你所谓的上火美食那你有个什么劲儿？因为他们就很喜欢拍摄我。那你要跟我讲，那我要离开远一点。没有啦，我想我只是帮你陪衬，把我放竹竿对不对？你的确是瘦了跟竹竿一样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奶安的呀？先不要。对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呢，真的是你的牙龈，就像前面讲，有很多误会自己是因为火气大，对，事实上搞不好根本就是因为刷牙的刷牙方式不对，然后呢，牙膏也选错了。对，然后牙龈出了问题，你却没有好好的照顾它。哎呀，哎，我现在碰到大家坊间哦，碰到牙龈出血或红肿，最重要就是先干嘛，你知道吗？去买椰子汁来喝。半天水，错误的观念呐、啊！对不对？医师在下面一直点头，有没有？还是我说点头，你不好意思摇头，啊，是说我在乱讲话对不对？啊，待会他医师也会上来踢馆。今天是我们代言人要接受所有人的踢馆，从素人到专业人士，到专业牙医，到研发经理，要给他很多关卡，你接得住吗 ？Come on， 放好来吧！真的。好，那么首先就是因为你之前啊，在你的自己的社群网站上面讲说，我要吃三天的上火美食，有没有人点名？快点点，像点歌一样，有没有人点名要我吃什么？有没有？有。其实我们是不是已经选好了某一位歌名？结果那位粉丝呢，他今天就被点到现场来，他竟然点你吃这道菜，他叫女艺人吃这道菜，过分！来，到底是哪位粉丝，请举手。好，就是你是吗？好，我们欢迎本先生啊，粉丝先生，来来来来，这个人我也很熟哎，是不是你后援会是不是？我你是 George 啊，没哎，他也是 George， 他也是 George， 他也是 George， 对，太多人都叫 George，George 是好名字了。你怎么被选到了？你啊 ，so lucky 哦，哎，你怎么好意思叫一个女艺人要吃那一道菜呢？因为他很辣，除了很辣之外，他有可能会让他的牙龈出状况，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他有那个欧乐 B 的，真的假的？降火神器，对不对？好，他的降火神器是欧乐 B 的全新的这个牙龈专户牙膏。但是我们来看，今天这一位粉丝，他既然要 Ella 吃哪一道菜，请上菜。哇，桌子上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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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各位观众，现在在温霞尔的辣鸡炒面，辣鸡炒面它没有真的炒，而是用很多的辣酱才去拌起来，好像它炒过的样子。所以现在各位看到的只不过是半成品，真正的成品要加入三个辣味。第一个辣子，辣油在这里，辣油。这个辣油呢，端在我们 Ella 的手上，仿佛有了生命一样。花椒，天女散花的花椒，还有这种传统的辣椒酱。哦，这个辣，这个辣，辣辣辣辣辣，真的是牙龈的心声呢，只能这样说。现在呢，因为是他点名要 Ella 吃，所以呢，辣的辣度 ，Ella， 我们由他决定，你觉得 OK 吗？既然是你要挑战，当然是你要来控制分量、啊。真的假的？哎，你真的人很好哎，他万一给你整个倒下去怎么办？哦，喂！我的表情，我的哎哎，不，年轻人，你是山东人吗？吃辣怎么这么不手软？老乡，还是四川人？老乡，你可不可以啊？这个辣，再夹辣啊！哇，再来！这时候我抓唱、哎《牙龈的心声》，牙龈的心声。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的底气太高了。又不怕辣，又不怕辣，对。熬夜、啊，我不怕，我不怕，不怕辣。来，请你尽管加辣吧。有哦，正在拌面哦，拌面的过程中还有牙龈的心声，这首歌来伴奏。尽管加吧，我的牙龈很健康，厉害，所以我不怕吃辣，因为我有呼应神器，就是欧乐 B 专业呼应牙膏。太好了，歌曲唱完的时候刚好这一道菜也拌完了。 Ella 陈嘉桦他到底能不能接受粉丝的踢馆呢？等一下，哦 oh my my， 天哪，这看起来就有够辣的，这是上火美食哎，要怎么办？好吗？没有在拌，绝对不会拌，因为我的牙龈很健康。所以今天这一口是
天哪，这根本不够辣。真的假的。来，我们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哇，但是现在是粉丝福利时间。等一下，你现在又拿了辣酱是想要干嘛？又拿了辣酱帮他家的意思说你也要喂粉丝吃一口吗？哎呦，我们要让粉丝感同身受啊，对不对？不能只有 Ella 吃啊，粉丝要跟着吃嘛。我们这样共识会不会太过亲密了？共识才亲密啊，这样很好啊，对不对？来，可以吗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平常吃辣真的是一口面，然后挤一点辣椒的那种。辣椒这样，但是因为我无辣不欢，对，我刚刚跟他共识，我怕他会被我老公揍，所以哦，没关系，那你用筷子。不好意思，我跟你讲，就直接吃个鸡肉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是炒辣鸡炒。既然是辣鸡，辣一定要沾。对对对，没错。对，这里。对。在辣油中跳舞的辣鸡炒面的灵魂就是辣鸡，看到没有？嘴巴张开，赶快！我要问感想，不辣，真的不辣吗？对啊，真的不辣吗？那来来来，他 L 开始 L， 他耳朵开始红了，进来了，他的刘海，等一下，刘海底下开始冒汗喽，他的骨沟也开始湿湿的喽。通常屁股是最容易流汗的地方哦。你真的很常吃辣、哦？我很了解嘛，对不对？爱是无辣不欢的人，有说实在的，因为他那个这种辣油是属于后劲的，辣不辣？来，有没有上火的感觉？非常的上火，非常上火的感觉。今天陈嘉桦竟然帮他特制了这一个辣子鸡丁，那么我们就这样好了，我们也要让他回去照顾他的牙龈。千万记得哦，如果你的牙龈发炎，牙龈有点流血，那不是因为上火的关系。哎，来水给他们漱口一下好不好？拿罐水来给他们漱口一下，对，不然等一下陈嘉桦讲话这边全部都是那个什么、辣渣，就是辣渣，这样不太好看。我刚用沪语说话，沪语。来，对。哎，然后本次不要让他喝，哎，好啦，给他喝了。好，我们这边啊非常贴心，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个小礼物，让你回去好好的刷牙，没错，好不好？来，Oral-B 的牙龈专户牙膏，然后我们还会送你呢 Oral-B 的电动牙刷，还会送你 Oral-B 的牙龈专户的牙线一整组送给你，但是因为整组包太大组不好拿上来，我们就拿牙膏就好了。来看正前方，看正前方哦，3 2 1